大家好，今天是6月2号，今天就是要去中立华人麻将基金协会比赛的日子，我要去赢我的10万块。平常呢，我都是开车去，因为那边停车很方便。中央东路88号在这个钱柜大楼里面，所以呢，它在地下室就可以直接停车，搭电梯上去。但你也可以在对面停车，可以支援停车大神功，非常的方便。今天呢，我要告诉台北想去那边打牌的朋友，搭火车也可以过去，因为光是台北就有3个火车站，对，就是万华、台北、松山。南港还有4个火车站，搭到中立火车站，走路不用10分钟都可以到。我今天就示范一下怎么搭火车到这个中立华人麻将基金协会。OK， Go！ 好，走路呢，大约花个4到5分钟就可以走到中央东路这边。其实大家有推荐很多中立的美食，我还没有一个一个去吃，没关系，我今天就是好不好？来比赛，把奖金打到以后就吃遍中立美。OK， 好，到了15楼，因为10点半开始比嘛，差不多找了15分钟来，每个人看起来都凶神恶煞，俊男美女看着，讲人家，还好啊，美女都是什么都是好朋友的感觉。希望大家等一下的时候是笑眯眯的。嗨，他的 ID 叫种树达人，种树达人长这样，好像马一样，好像很多认识的朋友。对啊，有一些人就是有留言说，他想要希望在牌桌上对到我这样子，我是希望能就是拿到10万块啊。我没有什么，对啊，大家都是这样想的，在这里生平无大事，希望能在6月10号的时候，在决赛中拿到第一名，拿到10万块。应该是第3页的第3个。这边有一个这个读卡机非常厉害，就是你只要入会啊，你有刷这个机器就可以直接查看你现在的点数。那比赛的报名呢，跟报道呢，就是也是用这台机器，你就是等就好了，然后到时候会通知，然后到时候他们会用这个铁板用手签的。哦，所以我这个有办法看得出来说这是我的号码是723，我是0723，对，然后这边有723。哦。三天前就知道你会来，然后他们就说我一定会来比赛嘛，我说对，没错，对，结果我睡过头。你可以帮我拍吗？他不方便。等一下比的比赛呢，就是这个雀王大赛，第一名呢有10万块的奖金。对，我基本上第二名啊、第三、第四名的奖金我就没有再看，就是。对，二号是预赛，然后决赛会在10号之后比。好，现在是这个裁判在分电脑选号的座位，私心希望是三个正面。哎，我是21桌，我是21桌。完全没输赢，阿姨跟叔叔都太强了，他们狂摸两个，把另外一家摸爆了，然后我没输没赢，对吧？所以我就报名败部报名，我没有输，我只是没有最赢，对，败部不高兴，对，没那么多实力很硬啊。对啊，阿姨很会打，然后叔叔后来暴气，他比较像小美，对，他的打法都同一挂还是狂猜，所以我就必须要学浩哥一样，就是狂吃，然后拔起来吃，不管我都是要一直吃。包括赛的玩法比较不一样，他是取全部人所有败部复活赛的人积分最高的前5名才晋级。无屁股不一定是好的，可能你要拼自摸，或者是你要做大牌，对，这样才有就是更高的积分，才办法挤到这个前5名，才有办法晋级啊。败部复活赛如果没戏的话，就好不好再报名，但是应该 OK 啦，现在打预防针。比赛，我去败部了。我是8号桌，其实我点的是杏仁茶。很多人很讨厌杏仁茶的味道。我的战术呢，就是我把它喝光了，我现在满嘴都是杏仁茶。我一讲话就是杏仁的味道。旁边有牌刚看到，我说：“阿座，放给你。”计划你在这边让人家讨厌你。背着背包进去嘛，太背了。嗯，这个待会这个龟壳交给你保管。好嘞，好，麻烦你了。对啊，再背了，加油。好，去，走。
打完了，对，我赢了这个3000点的积分，总分是53000啦，因为50000抽奖开始嘛。但据说呢，要晋级就是全部的人的积分就是前五名嘛，晋级据说啦要70000。而且我刚才说很坑这样，前面大家打的跟什么一样，就是杀来杀去，盯来盯去。到北风的时候，我发现不行了，我就跟大家说，哎，知道这个游戏规则是所有人的积分前五名才有办法晋级吗？啊，真的假的？然后大家才开始做牌，因为大家的输赢都很少，整个北风才开始，大家才开始过水，然后开始做牌，啊，可是已经来不及了。我会把这座碰碰胡清一色嘛，然后听最后听25条被对家摸走了，不然那一把摸起来是19台，啊，很可惜，对，很可惜。做牌的伙伴，反正总之应该是没有晋级啊，还可以报名参加，好吧？你可以来现场入会，然后缴报名费，然后就可以参加比赛。6月8号跟6月9号也都还有比赛，好不好？进入复赛的话，之后你带回家，我是没有啦，对啊，让给别人啦，让你们，让你们啊，下次再见啊，拜拜，拜拜。